月十八日上午，罹患脑癌的台湾著名作家李敖逝世，享年83岁。此前，莫文蔚举行演唱会，李敖亲自到现场送报祝贺。据了解，李敖曾任台湾立法委员，因其文笔犀利、批判色彩浓厚，嬉笑怒骂结成文章，所以自诩为中国白话文第一人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